大家好，这是看你老师。今天老师呢没事又来逛一下鞋店 ，Big shout out to one of my favorite shop, Finish Line North Gate。好，这边哦看鞋子哦。原则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鞋架上面有什么东西哦。鞋架上面我们来看一下 Jordan Retro 复刻鞋，哇靠，这么多还在架上，对不对？像这一双 Alternate 二代，哦，还有这个哦 Marvin 哦的这一双哦。七代都还在，九代漏也在，有没有 ？NYC 的十代还在，还有 Charlotte 的十代也在，超夸张啊！我天哪，这个五代漏也在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一双，我非常的惊讶哦，这双其实皮质真的很棒哦 ，Alternates 啊，这个十二代非常非常的正点，它的材质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软硬度呢，比我们这个有没有 Red 十二代更好更好。感觉这个 Jordan Brand 的鞋子呢，好像有点降温 ，but it's all right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什么鞋子。走过来呢，因为呢近期是那个有没有我们这个奥运时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一双鞋子呢再次的回来，有没有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Air Force 180，非常正点。当年呢 Charles Barkley 就是穿这双鞋子。老师呢之前有评过这双鞋，如果你忘记。有关这双鞋子的这个有没有啊一些历史哦，请你回去做一下研究，非常正点的鞋子。如果你没有一双这个，绝对是 must cop， alright。然后呢，有什么我们的 Shawn Camp 也是一样，这个原 OG 的鞋款都还在，而且现在超夸张，老师都买原价，现在才79.98美金，超级夸张。那如果讲到打球呢，我觉得像这种 Hyper Rap 也很正点，现在才多少89.98可以买的一双鞋子。然后最近我看到一双也蛮酷的、哦、Hyper Lift 的鞋子，你看真的是很正点哦。这双鞋子呢也非常的推荐，不管是在外形上还有舒适度上，我觉得都可以推荐哦。好啦，原则上呢，这是老师今天来逛球鞋店呢，看到什么好鞋就给你们推荐一下、哦、KD 系列。还有我们的这 Curry 有没有 ？Steph Curry 这是二代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讲对的话，讲错哈、哦，要请见谅，因为老师对这个 Curry 的鞋没有很有兴趣。还有这个哇 ，Crazy Light Boost 非常非常的正点，哇，这个真的有没有？中底摸下去超软 Q 的，很正点的一双鞋子哦。这双鞋子多少呢？定价120块美金。你看这么正点的鞋子才开价120块美金，请价就喝光了。这双呢，老师穿过，它的这个舒适度非常的正点，非常的优。而且说真的，它也不轻啊，对不对？它其实算蛮重的哦。如果说要找一双很轻的球鞋呢，这双不太推荐哦。不过它的这个弹性还有舒适度非常的正点，很棒。那我们继续移过来呢，这边是 Adidas 的一个小小的区域哦。来，我们看到 Superstar 必备，现在潮男潮女必备的一双鞋子，非常的正点。然后当然还有这个 Tubular 系列，非常一个正点的一双鞋，就是这个有没有 Tubular Red Eye 这双鞋子，非常的好看，便宜版的 Y3 哦。然后还有这下面的这一种 Cortez Nike Cortez 老师非常喜欢的一双鞋子，全白，有没有黑白，还有白红。都非常正点。好了，然后现在呢，在这个 finish line 呢，还有一个我随着我们奥运的期间快到的时候，有一些奥运相关的产品全部都有。比如说这个有没有美国的袜子 ，Jumpman logo 的 stitching， 非常的正点哦，一双才多少钱？16块美金，非常值得买哦。啊、当然这一顶帽子老师非常的喜欢，当年呢哦。老师呢买这个奥运的一些的这一种产品的时候，没有出类似这一顶帽子，所以现在看到真的蛮正点，超级超级帅的 USA 这个帽子很好看。对，这就是一个我们 finish line 现在有关奥运产品的一个 update。当然啊，还有这一区也有相关的产品，比如说92年有没有，就是 Jordan 他们呢这个黄金梦幻队去打球。的那一年哦，1992年的奥运哦，非常正点。这个 T 恤呢，也在这边都找得到，非常非常好看。好呀、啊，现在我们来看这边有没有慢跑鞋系列的哈、哦。老师个人非常喜欢 Nike Presto 系列的这个鞋款，非常
非常的好看的。你看，这件是我们，如果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提过，可是 Nike Presto 是以前呢，在老师哦成长的过程中非常喜欢的一个鞋款。我以前没办法负担，没办法买起这双鞋子，可是我之前单恋的一个女生呢，她就是穿这个鞋子，让我就是爱上了这双鞋，然后就是一直去追求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时哦没有办法买哦，可是现在你看。这个 Nike Presto Nike 哦，再次把这个 Presto 带回来，而且这次的颜色都非常深，像这双 Triple White 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看的哦。老师建议呢 ，Presto 其实可以，因为它是没有那种什么十号半的，所以 either 十号，要不然就十一号。那你其实可以直接穿哦，像我就直接穿十一号的哦，非常好看。